刘备成功击退了攻打汉中的曹操，凭借这场胜利，刘备自封为汉中王。镇守荆州的关羽得知了刘备获胜的消息，开始进军讨伐魏国，他的目标是樊城。然而，此举正中曹操的下怀，只要诱杀关羽， 便可打破三国的均衡，一切都是为了讨伐关羽。曹操向一心夺回荆州的孙权提出了合作的建议。关羽正在夺取樊城，现在正是天赐良机， 一定要夺回荆州。守卫江陵的是君神关羽的子嗣，绝不能轻视他。就用我的智谋来挡住敌军吧。 狠狠打折你高傲的鼻梁吧！我的智谋不过如此，来得合情合理。 算将军粮顺利送达了，多亏了你的援助啊！夷陵的士兵们也是士气高涨，这下可以向各地派遣援军了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 背负着悲伤的过去，却依然强大，正犹如扎根荒野、屹立不倒的大树一样。
来得合情合理。出色了，我也要向您学习。你千里迢迢来到此地，应该是为了请求援军吧？荆州方面已经分配了大量兵力，不过诛杀关羽的良机也是千载难逢。那好吧，继续向荆州调派兵马，派夏侯惇率队，他会妥善安排的。完成了，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呵，你难道想要摧毁烽火台？我才不会让你得逞。呀，呵，呵，驾，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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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驾。无法传递敌军的动向，左将军，管银平姑娘，来得合情合理。徐胜大人背负着悲伤的过去，却依然强大，正犹如扎根荒野、屹立不倒的大树一样。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
方全都铲平。我精神点，跟我来。接烽火台了，无论如何都要将他们击退。怎么会这样？烽火台被摧毁了，我们无法和巫灵联系了。生来得合情合理。不错，保持这个状态。呀，一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烽火台并未发出任何。等一下，敌人似乎无意发动攻击，难道是有话对我们说？竟会在战斗期间跑来交谈，究竟是何目的？总之，先来说说你们的要求吧。哦，这话有意思。也就是要我背叛蜀军，这样做对我有何好处？哦，这话有意思。一旦我背叛，就会沦为关羽将军的敌人。你们真的有击败军神的胜算吗？原来如此，我理解你的意思了。我的妻子孩子和族人都在蜀国，怎么可能轻易投敌？这样，听起来确实不错。若是我投奔吴军，你们会如何待我？待遇应该不会比在蜀军时还要低吧？你的话语深深震撼了我的心，我这就加入孙吴，与你们共同征讨关羽。就算他人称军神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就让我去取一下关羽的首级吧。来得合情合理。吴军盯上了烽火台，我们一定要拼死守住这里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徐胜了不起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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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战线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徐胜大人背负着悲伤的过去，强大正犹如扎根荒野屹立不倒的大树一样。吴军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不过又没有夺取狼烟啊。虽然准备还不够周全，但是为了父亲，我一定要守住江陵。我们主攻占要地，上啊，人齐了，不要掉队。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。真没能守住江陵，这下该如何向父亲交代？停下！此处是要地，一定要牢牢守住。我们成功了，这下江陵是属于孙吴的了。大局已经不好，接下来只剩诛杀关羽了。敌将已经被击败。现在江陵已经攻陷，接下来将关羽。吕蒙大人，原来您在这里啊！大家都在等您的出击号令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吕蒙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吕蒙大人，这鞋。别说了，陆逊，我曾和陆苏大人有过约定，一定要帮助主公夺取天下，眼下我绝不能止步不前。帮主公夺取天下？陆逊，你发誓在我的生命燃尽之前，你绝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他人。我明白了，吕蒙大人，我们一起辅佐主公迈向天下吧。好啊，陆逊，击倒军神，向孙吴的天下迈进。主公，我们已经攻下江陵，接下来只剩击倒关羽了。来，请您下令吧，让我们诛杀军神。北面已经被魏军控制，关羽应该会退向西面。哼，他跑不了，无论跑到哪里都要追上去斩杀他。但敌人也是拼上了性命，
在接下来的战斗里，肯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就算这样，我们也一定会坚持到最后，因为我们绝不能失败。斩杀全部敌人。那么，就让我们来支持孙权大人，以及孙权大人的信念吧。我坚信，孙吴的勇士一定能战胜军神。你们切不可战死沙场，一定要打赢此战，与我共赴明天。是，我们走。为了主公，为了孙吴，一定要诛杀军神关羽。夺回荆州是孙吴的夙愿，我们一定要诛杀关羽。嘿，爹，这下哪怕是关羽也无力回天了，敌方看到这一幕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此人背弃蜀国而来，心情一定很复杂，希望他不要想重返蜀国。关羽将军，都是因为我才会。没想到，竟能看到关羽将军遭受追击的样子。关羽将军一定会就此败退。若是我没有背叛蜀国，不，我早该明白会变成这样。这就是我所选择的道路。谢谢你们默默听完我的自言自语。今后我也会为吴国尽忠职守。好，不折不扣的完成了。夏侯元让率领援军而来，绝不会让关羽逃离此地。就算是军神，也已经无路可退。让我们来手刃你吧！如果父亲还活着，也许我不会让你们继续前进。休想妨碍我们讨伐关羽，击败。父亲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虽是一日，但一去。只需遵循关羽便可。胜利来得何其快。关皮大人战死。关皮，对不起，我绝不会让你白白牺牲。绝不能给关羽派送援军，让我们来占领这座关所吧。敌军盯上，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撑住，并派出援军。
将军，你一应成龙。今日我守护到底，关羽将军，对不起。胜利，合情合理。哦，您真是大展神威。叫来了援军，真是伤脑筋啊。还是没能帮助父亲，真是太不成熟了。我们能拦住敌人，父亲没有动动口。报告，我们已经成功压制了武陵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徐胜了不起。需要穿过此地，我们绝不能让敌军压制这里。这一看呢，敌军之路被封锁了。关羽将军，希望您平安无事。来得合情合理。老大岂能输给你们？我们也绝不会将麦城拱手相让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干得漂亮，你的智谋与武艺都是已经占了。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军粮库的安全已经得以确保。算是没有失信于人。来得合情合理。无论陷入怎样的险境，我都不会放弃。
我要活着回到兄长身边，实现誓言。真遗憾呐！在我孙武正是得其所在。主公，恕我无礼，关羽之所以为关羽，并不在其勇武过人，是在于他忠肝义胆，义气深重，对刘备忠心不二，义薄于天，这才是关羽。正是，我一身命来皆在一行刘玄德的大计之中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从曹操麾下离开的吧？我要向你道谢，能死在知己的手中，此生无憾。知己知彼，乃兵法之根本，如此而已。动手吧。军神关羽，拜于我孙武剑下。各位辛苦了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我们终于夺回了荆州。以周瑜为首，
牵动着无数人的夙愿，今天终于得以实现了。这下我们就得到了通往天下的立足之地，周瑜他们一定也会非常高兴吧。陆逊，辛苦你一直从旁辅佐吕蒙。您过奖了，主公。只是刘备一定会起兵来报复的。这次与魏国的同盟也不知道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，虽然得到了荆州，但孙吴的艰难处境恐怕还会继续。是啊，但我早已做好了准备，一定要在战争结束之时手握孙吴的天下。对了，吕蒙现人在何处？他的身体似乎不大舒服，现在已经回去休养了。这样啊，那你代我转告他，一定要好生休养。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人，我实在不想看到再有人死去了。孙权大人，急报！急报！长安发来报告，魏王已卒，曹操死去了。是。军神关羽命丧麦城，帮助了曹操的孙权如约获得了大半个荆州，但是破坏盟约并杀害刘备义弟的代价非同小可。随着吴蜀同盟决裂，孙刘联手抗魏的格局也土崩瓦解。另一方面，见证了形势变化的曹操悄然离开了人世，其子曹丕继承了他的霸业，三国鼎立的天下即将迎来了新的局面。父亲，兄长，吕蒙已经死去，我们又失去了一个支撑着孙吴的人，而且一代英杰曹操也已离世，真是奇怪，他明明是个让人如此恐惧憎恨的敌人，但没了他却又让人感觉到一丝孤寂。每逢在同一时代生存过的人死去，我都会有这种感觉。而这一次，我必须与刘备一战。同时，上香就在刘备身旁。如果真要与上香对决，那我主公，蜀国大军正在向这边进军，看上去完全是在凭借着怒火埋头猛冲，我们一旦战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明白，早在荆州斩杀关羽之时，我就做好了会变成这样的准备。陆逊。是。指挥全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要以大都督的身份引导大家前进。您真的要选我吗？这可是史无前例的提拔呀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实在有些不踏实。你选了陆逊啊，要论功劳我也不比他差呀。
先把情绪压下吧，朱然。在讨伐关羽时，陆逊辅佐吕蒙有功，而且他的智勇双全更是众人皆知。我相信陆逊的才干，所以才将这场仗交给他。你们大家也要共同支持他才行。我明白了，这次就让给陆逊吧。十分感谢朱然大人。主公，陆伯爷领受大都督之职。但是主公，您当真决心已定吗？公主还在敌方。无论是谁，胆敢威胁孙武者，一律杀无赦。就算是我的妹妹，也是一样。孙权大人，主公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他竟能面不改色的说得如此坚定，说明这一次的情况非常糟糕啊！必须下定决心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将孙武守护到底。只要有我们在，这一点就一定能够实现。为接替已故的吕蒙大人，唯有拼死效力。无论敌人是谁，都不能放过啊！不过那样确实没有错，但是听起来更像是曹操说的话呢。不，主公一直在硬撑，因此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吧。主公，希望您不要被肩负的重担压垮。陆逊，蜀军动向如何？报告，敌军从白帝城发兵，已经进军到了孙武领地之内。敌军声称要为关羽、张飞复仇，士气十分高昂，我们应该避免与其正面冲突。首先，请将敌军引诱过来，让敌军深入我方领地，待其战线拉长之后，一举而歼之。分散敌人吗？您说的没错，周太大人。原来如此，但这样就能获胜吗？徐胜大人，请放心，我已经开始准备计策了。一举歼敌的计策已经托付给朱然大人，只要此计成功，蜀军就会全面崩溃。那好，就期待你的方案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只有赢得胜利，才能守护孙武。孙权大人，有报告说公主就在白帝城，如果就此开战，会危及公主的安全。现在应该还来得及，请派出议和的使者吧。没用的，刘备已经无人可挡了。就算前路荆棘满布，现在的我们也只有前进。孙权大人，公主是个爱憎分明的人，她应该是自愿跟在刘备身边的吧。但在战场相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对公主下得去手吗？我不知道。必须再输。
徐文相，无论何事都。之下保护孙武，我要赶往夷陵，刘备的注意。争取时间，等待火计准备完毕，加强防御，将刘备吸引过来。一哲，一哲，我不会为你们报仇雪恨，我把孙武一击杀绝。北京正指挥，他们究竟有何企图？此地是陆逊将军密计中不可或缺的要素，无论如何都要成功压制。我们上吧，击溃敌军的阵势，尽情燃烧斗志吧！冲！突击！竟会在即将到达夷陵之时败退，真想为关羽将军和张飞将军报仇啊！敌人的痛处，目标在那里，上啊！可以打击敌人的痛处。技不如人，能守住子规，真是太丢脸了。加之子规后。立即就能推进得更加顺利了。真高兴，我们能够帮助到陆逊将军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就吓一吓那些黄口小儿吧！将士们，烧了孙武的兵粮库！这是要送往夷陵的重要兵粮，被蜀国的老爷子夺走。居然会败在这群黄口小儿的手上，真遗憾了。我的老爷子还挺厉害，让我不由得想起了黄盖。无论如何，兵粮库已顺利守住，这下就可以向夷陵运送兵粮了。
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不要逼我引人注目啊，不小心说了真心话，你表现得非常好。好的，陆逊不过是书生出身的后生晚辈，真不知他能否胜任大都督的重任。在蜀国的猛攻下，他竟一动不动，诸将也都流露出了不满的声音。如果步调不一致，那确实无法进军，除非大家都愿意相信鲁迅。军粮库受到了蜀军的奇袭，但在陆逊大人的指挥下一切平安。哦，没想到你对战况了解得还挺清楚。陆逊是个值得信赖的人，之前是我太没眼光，我这就率出将前往夷陵，我们要在大都督的指挥下齐心战斗。好，不折不扣地完成了。徐胜大人背负着悲伤的过去，弟兄们，有计，拿出气势来，发动猛攻。这场战斗必须稳扎稳打，呼叫补给部队，兵粮供应不可懈怠。报告，军粮库派出的补给部队已经到达。好，这下兵粮有保障了，大家拿出气势来迎击蜀军。报告，我军的准备一切顺利，应该能在到达预计时间之前完成。可恶的苏武还没有陷落吗？呼叫指挥的增援，继续进攻。进啊！报告，吴军已经压制指挥，恐将难以组建增援部队。什么？指挥已经陷落，不仅无法增援，还被断了退路。
上就去，尽情燃烧吧，孙武照亮未来。这营延伸太远，晚了！天哪，我都做了什么？我背离了仁义，止步私愤，这难道就是报应吗？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，现在开始追击蜀军，趁此机会将他们的军队打得体无完肤。嘿，石兵八阵由由着厚重岩盘的洞窟制成，内部几乎不会有光芒射入，如果没有灯光就无法突破此地，所以必须提升照亮阵地的火把燃料质量。武灵就有可以用作其材料的优质油，请把我带到这里去吧。无暇顾及我们，快趁现在大赚一笔吧！救命啊！如果不去武陵，那火把的油就……这家伙非同小可。对不起，这个给你，他竟饶我一命。总算到达武陵了，谢谢您，这样就能寻找优质的油了。我一定会准备好突破十兵八阵的火把。胜利来得石兵八阵是利用天然石窟制成的要塞，想要冲破这个阵型需要优秀的工作部队，用于打造部队的工具和工作兵数量不够，请先去北边的村落筹集工具。您只要直接去问村长就行，就是蜀军似乎也在赶向那里，还请多加小心。为什么追击部队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一定是想阻止撤退，就要挡住他们。
是啊，关心。我们要完成殿后的任务，保护大家。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可恶，未能阻止敌人吗？抱歉。只能撤退了。敌人为何会来到如此偏僻的村子？敌将，蜀军的驻屯让我们深受折磨，谢谢您帮忙夺回村子。情况我已经听学者大人说过了，这是用特殊工艺制成的工具。徐胜大人背负着悲伤的过去，却依然强大，如扎根荒野屹立不倒的大树一样。你把工具送来了，真是太谢谢了。剩下的就是优秀的工作兵，这个我知道该去哪里寻找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徐胜令，总算拿到了优质的油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这种油是只能在京南一带采集的罕见品种，一定能让十兵八阵这样的地方更加明亮，但需要将其加工成火把的燃料才行。最西方的部落里应该有能加工的工兵，请找出这位工兵，并将这些油带给他。哎呀，这是只能在京南采集到的罕见之油，确实很少有人能处理此油。虽然我愿意帮忙，但由于点火的材料还未凑齐，您能不能帮忙收集一下材料？这样一定能做出优质的燃料。哎呀，虽然您能不能帮忙啊，您帮忙找来材料了。您真是厉害，竟能收集这么多，这下能够点亮十兵八阵的各个角落了。真心话，你表现得非常好。
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要攻破十兵八阵，需要优秀的工作兵。这个，我也知道该去哪里找。有位曾在吴军任职的老工作兵，请把信函和工具交给他吧。如果能让他率领工作部队，一定能为攻破十兵八阵提供莫大的帮助。明白了，既然是他的委托，我当然乐意接下，但仅凭这些工具并不足够，为了凿穿岩盘必须对工具进行强化。如果您能送来矿石，那我就能强化工具，组建优秀的工作部队。就是这块矿石，真高兴您能找到。我已经组建好工作部队了，久违的大型工作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下。好，十兵八阵工作部队出击。车队上耽误了一点时间，但现在胜算不好，人家不会放弃。一去另谋对策吧。已经
经被我击败。我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伤的过去却依然强大，正有如扎根荒野屹立不倒的大树一样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大人传来消息，称希望我们在他拖住敌人期间撤退。这样，孔明，将士们，实在抱歉，现在就前往白帝城。是敌人！什么？原来是石像。真是吓人。嘿嘿嘿呀，我们找到了通往阵型深处的通道，这下可以向着内部进军了。太黑了，
根本看不清前面。我们找到了大量燃料，这下可以点亮所有火把了。大家，为了让我这个昏聩之人逃走，抱歉，我不会让大家白白牺牲。拖延了时间，但却是如此结局。刘备已经被逼进绝境，这都是大家努力奋战的结果。到此为止了，刘备，你再怎么抵抗，都是毫无意义。还没有结束，我不会撤退，直到为云长和翼德报仇雪恨。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，我这就让你人头落地。快逃啊，玄德大人！公主，上香大人，你为何在此？玄兄，如果你要杀玄德大人，就先来打败我吧。让开，上香，我必须杀了刘备。守护孙吴的家人，就是我与生俱来的使命。我也是一样，我也想守护我珍惜的人。门户之牙是为了守护心爱的家人而存在，我的身体里也流淌着父亲的血。快走啊，玄德大人。抱歉，上香大人。上香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一旦我们再次分道扬镳，你将再也无法返回孙吴。即使如此，我也是玄德大人的妻子。对不起，全兄，谢谢你。上香。蜀军已经撤退，这一战是我们孙吴胜利了。怎么样，陆逊，我的表现还不错吧？是啊，朱然大人，多亏您的火计，我们才能获得胜利。陆逊也很有指挥官的样子。是啊，作为孙吴的大都督，陆逊确实表现得不错。这实在是过奖了。对了，灵童大人，你有没有看到甘宁大人？为什么要来问我呀？他肯定又跑到哪里偷懒去了。出事了，甘宁将军他。我进犯甘宁，居然会落得如此地步。甘宁，你怎么伤得如此严重？你来了呀，林童，是我失手了，我遭到了暗算，看来我要先一步去见大叔了。喂，别开这种玩笑，你要挺住啊，甘宁。
不住，我要是死了，你就无法替父报仇了呀。别啰嗦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和你说。不要死，喂，不要死啊！我属灵童，要背负他人的心愿，真是件沉重的事啊。大叔去世以后，我才多少了解了你的心情。我说，灵童，你在背负令尊和大叔的心愿同时，再顺便加我一个吧。剩下的交给你了。为了我的前进之路，又有重要的伙伴失去了性命，原谅我，甘宁，原谅我，灵童。我越是前进，就越是不断失去珍贵之人，父亲、兄长、周瑜、程普、陆素、吕蒙、太师子、黄盖、甘宁、上将。我是为了什么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的呀？谁来告诉我？诸葛先生一路辛苦，恕我有失远迎。陆才陆伯言奉我主之命特地前来迎接先生。哼，您就是夷陵一战的计策真是了不起。哪里，我还只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小辈呢。贵处真是守卫森严呐，为了我一个人居然派出这么多的士兵。就眼下而言，贵国恨我们恐怕更胜曹魏。这次会谈处于此背景之下，所以我认为警戒是理所应当的。确实，在与孙吴的战斗中，我们失去了刘备大人，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人。这份悲痛和懊悔是不可忘怀的，但是即便如此，有些事情还是要谈。是孙武与蜀汉重新结盟的事。是的，我们蜀汉与孙武对立是毫无意义的。我提出天下三分，周瑜大人生前提出天下二分，这两者全都是以打倒曹魏为目的。现在正是我们重返初衷的时候了。
吴蜀联手消灭大国曹魏，那么在那之后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坐在此处，而是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了。那好吧，我会在主公面前向他陈说吴蜀联盟的益处。为了终结乱世，让我们再一次联手作战吧。主公，与诸葛亮大人会谈之后，吴蜀同盟已经恢复，但是我们也失去了与魏国的联盟。当前魏国大军正在向孙吴行进，请您下达指示。无论是谁，胆敢冒犯孙吴者，一律杀无赦。大家做好出击准备，我也会立刻赶赴战场。主公到底怎么了？看着就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夷陵发生的事，看来还在烦扰着主公。自己选择的道路，害死了万千性命，主公似乎因此而深为自责。这次魏军的进攻不能归咎于主公，但是恐怕主公还是会认为这种情况是自己招致的。这可不好办啊，一旦孙权大人气势减弱，就会影响全军的士气，现在必须设法让他重新振作。不，现在应该交给我们。说是这么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喂，听我说。不如请炼师大人去安慰孙权大人吧，恐怕这样也很难让他恢复精神。不过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。你们这群臭小子真是太吵了。韩当大人，你们想帮主公恢复精神，不就等同于让他承担一切吗？我们不应该如此吧，支持主公才是臣子的责任，越是在艰难之时就越该如此。韩当大人，抱歉，韩当将军，是我们错了。我们不会再让孙权大人背负更加沉重的负担。大家一起来保护孙吴吧。那，我倒是有个方法，可不可以交给我来办？哦，真是罕见呐。那好，徐胜，就用你的计策吧。接下来要我来鼓舞士气吗？好吧，各位，一定要击退魏军，用我们的力量守卫孙吴。徐胜将军，诸事已经齐备。好，总算是赶上了。徐胜，哈哈，我可真开眼了，没想到你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啊。要吸引注意，眼疾耳目，必须要大才有用处。
那边还飘着无人乘坐的船呢。空船足矣，只要不靠近就行了。魏帝曹丕率大军南进，想要把我们击垮冲散，但是东湖之地绝不会被淹没，哪怕来者是激流洪水，也要把它推回去。这东西做的还真像啊，要我看就和真的城墙一样。确实是这样啊，这样的话谁也不会想到船里面居然是空的。不，这不是假城，我的不，我们的决心和意志都已经注入在这座城中了。决心与意志，魏军，有本事就来击溃这一切吧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厉害啊，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这座城寨一直在支撑着魏军的进攻，一旦能将其攻陷，定能对魏军造成巨大打击。敌人真是气势如虹，我徐公明会全力以赴迎战敌人。能对上这座城寨确实厉害，但是只要曹子秀在此，就休想通过。只未能守住重要据点，阁下的武艺已经贯穿了吾的铜墙铁壁啊。
司令，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三个人据点都无法守住，这技不如修空难挡。好，已经压制了敌人的城寨，附近似乎还有一处兵器据点，雷军指挥官似乎正在赶向此地，一石二鸟，同时击溃他及要地，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来这里做什么？居然强行进入，真是让人心生不快。这里肯定是魏军兵器部队的大本营，无论如何都要将其压制。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兵器有多可怕？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体验一下吧。这里是夫君交给我守卫的重要地点，你们休想践踏。我竟会被敌人肆意摆布，真是再没脸面去见夫君了。好，已经压制了周边的重要据点，接下来要向着广陵进军。胜来得合情合理。广陵的要地，绝不能交到敌军手上。都怪我动静太大，待会在遭到蛮楚将军责备之前撤退吧。好，总算守住了如许口，这里应该能成为防守广陵的关键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您的气势任谁也无法阻挡。丁凤正在找火计所需的资材，必须避开敌人的注意，小心收集。哦，这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吧。有这么多资材就足够了。好了，快拿去送给火计部队吧。
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保持这个状态，继续加油。将军的指示组建了火器部队，而且凌统将军的材料也已送达，代价准备齐全了。我这就沿陆路进军，我通知到广陵附近的逃兵吧。真遗憾呐，我这大意了，将军正中可疑之人急退。好了，大家赶赴目的地吧。行动，应该是有某种目的。张文远，我要将你们的企图粉碎。是张辽，我们根本敌不过他呀。我们没有退路，死守这里吧。一旦放弃就结束了。赵文伟，我不撤退了吗？我的武艺居然无法阻止敌人的阴谋。真厉害呐，最能击破面的张辽真是厉害，这下可以顺利抵达目的地了。到达目标地点，我们正在潜伏在广陵，以进行火祭的准备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太厉害了，这让人大开眼界呀。不折不扣的完成了。气势任谁也无法阻挡，这座围城难以抵御强风，如果不进行加固就会露出赶工的痕迹，但是现在用于加固的素材不足，必须尽快收集一些。这下素材足够了，我这就开始加固城墙，这样即便有些风，城墙也不会摇动了。城墙已经扎稳根基，这样就算敌人来查探也不要紧了。完成了，那面城墙一定有问题，监视吴军动向，无条进行汇报。丞相，绝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。
被我占领了。来得合情合理。徐生大人，结束敌人的性命，没错，一举进攻吧。到底是什么时候？不好，快前往营地。我们出场了，终于到了，进发吧，开始突击。我不能在这里结束，剩余之事就交给其他人吧。敌军似乎在刺探我军内情，必须去转告给于帆将军，让他也多加小心。合情合理。我们要抓住不在于蜀国的战争中元气大伤的机会，再次歼灭墙头草一般的孙吴。魏军的规模竟如此庞大，我们必须尽快调整好攻击态势才行。现在长江对岸筑起了厚重的城墙，实在令人费解，他们有这个时间吗？必须在更靠近的地方进行确认，派兵南下刺探情况吧。能短时间内建起那么壮观的城墙，吴国的军事力量真是太可怕了。不对，东西怎么可能轻易建成？那面城墙真是太奇怪了。快看那座城墙，连大风都无法撼动，真是太厉害了。他的军事力量实在惊人，我们必须谨慎进军。还挺不坚决。告诉曹然和徐晃，要我们前来支援。要寻找敌人，最好的方法是深入虎穴。我们击倒门卫，闯进。你也去吧。盯上了建业，快封锁北门，加强防御。今天抵抗非常激烈，请求增援。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拉紧其斗志。就让我们
来负责防御吧，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增援部队已经到达。不能动了，只差一步了。让我攻入建业。来吧，用我们的美来压倒敌军。守卫如此森严，实在是太可疑了。难道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？虽然敌军气势惊人，但我们总算守住了建业城门。来得合情合理。前往刺探敌军城墙的人回来了，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情报。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难道真是一面巨大的城墙？就是现在，放火吧！是火，他们在准备火机吧？乡下人还在垂死挣扎，我就会错失击溃孙吴的良机。太棒了，我们击退了曹魏的大军，真是多亏了徐仙的计策啊。总算守住了我们的孙吴之地。主公，魏军已经完全撤退了，这一战是我们胜利了。我们终于守住了心爱的孙吴之地。不过这场火烧得真大呀，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就是我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，这次最引人注目的人是我。等一下，可是我的策略将这场战役引向胜利的。徐胜大人请放心，您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，不过我也付出了努力，希望多少能得到一些认同。我们当然明白了，陆逊，这场胜利是我们一起争取来的。徐胜大人说的没错。说得好。孙吴又恢复了往日的明朗，这气氛正有如春日暖阳，温柔和美。啊，这样死去的人也能安心了吧，是吧，甘宁？您怎么了，孙权大人？为何一直沉默不语？主公，孙权大人，您是在流泪吗？是的，确实没错，我真正的心愿和目标并不是
什么天下？在那儿。徐盛的宜城之计击退魏军，为吴军赢得了胜利。据说在看到他建造的城池后，曹丕曾感慨孙吴人才济济。徐盛的宜城之计给予魏军的冲击甚至超过了赤壁之战。曾在赤壁守卫孙吴的武将已经寥寥无几，但是以徐盛为首的众多将士都继承了他们的遗志。体会着先人们信念的徐盛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之中。我们终于把美丽的风景守住了，此番徐盛大人的优异表现就如同现在升起的朝阳一般，与孙吴的希望一起散发着耀眼的光辉。徐盛大人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无论我叮嘱说多少话，都不及你的一滴眼泪呀。我徐文相将今生今世的意志贯彻了下来。